所谓的这个外交就看形式跟实质嘛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其实我们要的很卑微，就是实质。而确实，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啊。包括说，像我们有一些官员到美国去，我们都可以参观他们的军舰，很自由，你要拍照都可以。他也就是说，台美一家亲呢、啊。所以我觉得台湾跟美国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啊，因为中国的这个打压反而会把台湾更往美国推。